天我们邀请到我们和硕联合科技童子贤董事长来到场中，掌声欢迎董事长。谢谢董事长，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魏全龙的主场中间这边请。那董事长呢，是我们和硕联合科技公司董事长，也是创办人，同时呢也是现任玉山科技协会我们理事长及台北市电脑工会荣誉理事长。那有请我们的董事长为各位说几句话。各位和硕全体同仁，各位现场的嘉宾，我是童子贤，我要在这边同时也向和硕同仁的亲人还有眷属们致意。今天是和硕的家庭日，同时也是棒球日。今天在场的还有台湾辉达NVIDIA 的这个同仁，我在这边也跟大家问好。欢迎欢迎欢迎。我们平常在科技业工作已经是紧张刺激。这个紧张刺激主要是因为我们站在科技产业的最前端，平常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但是今天我们聚在大巨蛋棒球场，让我们暂时放掉自己的紧张刺激，来欣赏另外一个紧张刺激，就是今天魏全龙对富邦悍将精彩的比赛。我们在和硕，我们的信念是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平常所有科技业工作的伙伴们，大家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但是有假日有休闲，不要忘了要重视您的家庭，重视您的亲情，同时也要照顾自己的健康跟照顾您的心声的平衡。今天难得让我们放下繁重的工作，大家今天就尽情的加油努力的嘶吼，共同享受一场比赛。最后我要敬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也祝和硕及科技业所有工作的同仁家庭幸福美满，让我们一起来观赏比赛。谢谢谢谢董事长。没错，快乐工作，幸福生活。谢谢我们和硕的家人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主场赛事哦。好，那我们邀请董事长，那我们就投手位置担任今天的开球捕手。那一样呢，邀请到我们和硕联合科技总经理暨执行长郑光智执行长，掌声欢迎。好，担任我们的今天的打者，非常非常帅气。好，来，我们就打击位置。那邀请到呢，我们今天开球捕手南木，一样掌声欢迎，耶、yeah! ！好的，一样邀请我们的威利蒙哥担任我们的双主审。好，邀请大家，我们的所有的家人们，跟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之后呢，就邀请董事长帮我们开球喽。好，准备喽，三二一，请开球。好球！这抛物线真的太帅气了。好，邀请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总经理，场中间请，以及我们南木一样，还有威蒂蒙哥帮我们站场中间。好，那呢，我们前面可以面对我们前面的媒体朋友们来一张合影，准备了，三二一，再一张，三二一。好，那我们看一下左手边，左手边来一张，三二一，太帅气了。好，来换右手边这里，三二一。好，再一次给我们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南木一样掌声鼓励。邀请到我们贵宾，到我们贵宾席稍作休息，观赏我们的今天精彩的赛事喽。